为什么要按压指纹？我不知道啊。哦，按压指纹是美国那边的才有，台湾的都照个脸就要让你进去了。就随便看起来是个人。说哦，你有头发，OK。这个共同的。我怎么知道？哦，你有眉毛。我们是 Room One 是什么意思啊 ？Gate which one？A 六。A 那 A 啊？就往右吗？就只有这。